那为什么我们要学 YouTube 影片制作呢？其实可能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来去思考一下。我们现在哦，很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机。这个智慧型手机呢，它里面可能最容易被我们使用的 App 有什么 ？YouTube， 还有什么？像例如说 App Store， 你可能去做一个 App 的下载。那当然，这个 YouTube 呢，为什么被很多人使用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影片，而且有过往的影片，所以我们可以当想要回顾以前的影片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来去观看这个 YouTube 影片。那 YouTube 影片事实上哦，制作 YouTube 影片的人很少，大概只有 1%， 大部分 99% 都是观看者。所以呢，当您今天你如果变成一个 YouTube 影片的制作者的时候，你已经变成那个 1% 了。而且当你今天做成这个 YouTube 影片，别人在网络上搜寻到，而且你可以享受这样子一个成就，甚至还可以把 YouTube 影片当作是赚钱的工具。确实有很多人专职在做 YouTube 影片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这个 YouTube 影片呢，简单的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YouTube 这个网站咯。